老妈妈，我没想到今天抽到这个号。我们全家，我是北京供销组的，我们全家一共今天来了8个人。抽到了这个号。叫我上来了。我想问卢台长。我学佛1年半了。头一年念了300多张小房子了。直到现在，我每天基本上一个月能念30多张吧。然后我现在的左肩和腰。特别不舒服。尤其是左肩。晚上的时候最厉害，左肩膀是吧？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49年的牛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痛是痛的这个地方。是，明白吗？对，是，而且已经抬不到这个位置了。对，是抬，也背不过去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看到这地方有很多的活鱼，螃蟹，你过去吃了很多。好。什么叫好啊？不是不好。不好。改不改？改不改？我就是明白了的。每天念49遍往生咒行不行？行行行。全部把你这个胳膊夹住了。好。明白了吗？知道了。你必须要消除。我告诉你，很灵的。你如果一天能够念78遍往生咒，你连续念3个月。你要是抬不起来，你下次别来见我。好好好，好不好？行行行，那我这腰呢？这后腰。一样。后腰是靠下的。靠下的地方痛。是是是。没什么大问题，老妈妈，我告诉你啊，没什么大问题的。你念大悲咒，合掌，念完了之后拿两个手啊搓。搓了热之后就往后背这么搓，就往脚这个地方搓，好吧？念大悲咒的时候都可以搓。台长，我再想问你一个，我妹妹也在底下坐着，我妹妹是53年的。不能问了，不能问了，好吧？老妈妈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多人了，照顾照顾大家。